大家好，我是胡福奇社，欢迎你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今天抽一点点时间来给大家分享呢，前一阵子呢有一款呢 KO 了 UT Dragon 的一个叫做破天翼的啊，这个呢是先前给大家做过的那一款破天翼。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厂家呢推出了一个所谓的精图版或者叫做战损版本。那我们的话呢就先大略的先做个简单的一个对比啊。首先的话呢，战损涂装的话呢，烟熏的感觉比较重，然后呢你可以发现它的这个部件，这是之前的原色版本，这是所谓的一个精图版本，这个部分感觉比较像，好像 UT 的那个模具吧，这个部分的颜色好像是比较接近这种橘红色，不是这种比较接近于黄金色的。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呢没有什么不同啊，就是主要是配色上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那认真来说，这个所谓的一个精图版本的话呢，必然在还原就是真实度上的话呢会增加几分的风采，分数一定是比较高的。但是它有一个蛮明显的一个毛病，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很明显的话呢，这内部的话呢这里没有去照顾到，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在载具情况有一点是在一个蛮正面的位置啊，在这里是暴露了出来。其他的部分的话呢给各位做个展示哦，这些斑纹啦、锈斑的处理的话原则上呢跟先前很多所谓的战损配色的版本其实并不逊色太多这一代也是可能没有去照顾到都大概集中在这一代。然后呢我推测吧，它每一款的一个斑纹应该都会不太一样，因为我在整个把玩跟变形的过程中呢，看到它有一些是留过的一个痕迹啊，都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人物的头在后面，这一次这一款的人物的头啊，脑袋的一个紧实度就好像非常的多啊，甚至说在整个变形的时候呢，由于加了一层漆的关系啊，想当然了，它的一个这个关节的紧实度是会比较高的。然后之前在做这款的时候呢，它这个肩部的这个尖角它是有个弹簧的，这一款一样都是有。那就给各位呢做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小展示啊，可以说是在分数上外观来讲一定是会比较加分的啊。我们再拿出这个原本的一个配色，当然每个人青椒萝卜各有所好，我也不敢说你一定会觉得这款比较好看啊，但是以还原真实的一个载具的情况的话呢，这个是比较有沧桑感，那这个就显得光鲜亮丽的多。那么另外它的一些小配件，我们给各位也做个简单的小对比，这是它原本配色的一个武器，然后这是已经涂装过的。好，那它的话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各位发现这个初拿到的时候呢，它的一个掉漆的状况，不能讲掉漆，应该也算吧，就是手去摸啊，会沾到手指上面的话，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绝对会发生的。以及它的一个初拿到的时候呢，从盒子里拿出来，我强烈建议各位呢放到通风处啊，先摆个两天再来把玩，因为它有一股还蛮浓的一个机油味。那么这里也再一次的出现了一个情况，这个比较像是黄金色的这个条纹，到了这个镜头版它变成的是有点古铜红色的感觉啊，确实是不晓得为什么这个部分会改成这个配色，可能他们觉得这样子比较好看吧啊。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载具还有一些小配件的一个差异性。那我们现在刚才看到这个人形啊，该发光的位置呢还是一样有发光的装置啊，包括这个手套的部分啊，一样都是可以发出红光的。那我们就暂时把这个电源给关掉好了啊，然后呢来看一下它的一些近距离的细节吧啊。在人形状态下的话呢，它的漆面的覆盖度呢又比较好，不过呢脸的话呢我觉得涂的不够多啊，以面部来说的话还是稍微偏白了一点点。然后身上这些锈斑的部位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跟它合会上面的感觉我觉得是相似度是真的是比较高的啊。武器的握柄的话呢，这一代呢没有上到漆啊，整个武器都有上到。那么我要特别讲一下它的这个手指啊，因为它全部都上漆的关系啊，然后各位看到这些地方啊，其实这些关节呢并不是很大的关节，我个人建议呢一旦变成人形之后啊，这个手指还是少搬动为妙啊，毕竟这个漆啊无论如何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这个侵蚀的一个风险，所以就拳头尽量不要去掰它，我掰的时候呢
感觉每一根指头都是偏紧的啊，有点心惊胆战，跟各位提一下。然后在这个炮口的部分呢，由于会发射火炮吧，它这一代的烟熏的话呢，就做的特别的厚一点点啊，算是有稍微有去考究到这个部分。后面的链条也是有上漆的。然后看到裙甲，裙甲一样是软胶部件，我刚刚手一捏它就稍微有点偏软了，由于上了这个涂装的关系，立体感层次感就更强了啊。比较可惜的是它的这个红色原本应该是金属红的部分，但是这个漆一样把它给压上去了，感觉就多了几分沧桑的一个感觉。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啊，它的一个关节紧实度真的还是可以啊，啊，膝盖这个地方是在所难免啊，毕竟上半身还是太重，但整体来说这一款的一个各个关节的密合度紧实度的话呢，我觉得有比较好，但是几次把完之后就不敢保证了，毕竟它是靠着这个漆面呢硬是把它给撑过来的。然后底部就各个细节给各位展示一下，后面啊这一代金属光泽特别好，而且这个背啊一向是不管是他们的这个 Gavazon 啊，或者是这一款 Megatron 啊的一个致敬的这个造型来讲，他们的背收的都是很漂亮的。然后后面这里一样啊，这个金属红的话呢就稍微有一点沧桑的感觉了。那整个一个家伙的话呢，我只能说完全完全不适合做一个把玩啊，非常非常非常不适合，强烈建议的话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摆设用啊。而且连这个球关都显得有点偏紧了，把它给压下来一点，压下来，然后呢我们把它给站到这一侧啊，让它能够站稳一下，这个脚尖把它往前面压一点点啊，它的一个站立性就会非常的稳了啊。这个胳膊的话呢，我们把它给摆正一下，我们拿出先前他们的一个原色版本啊，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对比好了。你有没有觉得突然这个家伙干净了非常的多？那你喜欢哪一个？这个没有一定的一个规则标准了啊。这个原本这个属于金色的这个点缀，到这个身上就变成红铜色了。以载具的话呢，我会觉得精图版比较好看。那以人形的话呢，我觉得两者各有其千秋啊，那看真的完全是看你个人的喜欢偏好。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给各位做这两个颜色的一个简单的小对比，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